刚刚拿到一个民生记者，这个哈、啊、是离心力越摇越强，力道越大啊，增加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它、啊、这个不用电的，这个没有电吗？哎，没有电的，没有电的。好、哦，越摇越强，它有一个惯性产生的力，惯性离心力。对，这个是什么功能呢？就是说像我们电脑手滑鼠玩的啊，这种做部件啊，运动用。对，这是这样玩的。那个。抓紧，好，越摇快一点。然后它就会一个产生那个对惯性的分离心力。是啊，太好玩了。对啊，它才会越摇越强，力道越大。是啊，对。它就不用电，就直接一直滑就可以了。对。这个手电脑用。对。那像这个手套在干什么？这个是。啊，像我们手酸手麻用的，手酸手麻用的，就戴这个就不会麻。对，啊，它要插电吗？这个要插电，这个要插电，对，要插电。这个插电就是它就会手会震，对，它会震动，它会震动，里面就会震动，对，里面都会震动，跟不一样，不一样。就是贴的，好，哪里转动就贴哪里就好。就是说小电脑，对，相应啊，比较就用贴的。它会不会出电？不会出电，真的不会出电。然后，这个是不是再介绍一下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把这个插的啊，一个半，它像这个可以降眼压，就是暗示这里。对，就是降眼压。像电脑看太久，眼睛疲劳的时候可以用。不会麻吗？不会。戴眼镜不行啊？不可以呀。可以。啊，剩下都没有感觉。哎，怎么就眼睛疼？这叫睛迷眩。是。好，谢谢啊。谢谢。因为我们像线上的。网络上我们提供一些资源，好，免费的，可以直接把它截取在里面。它截取在里面之后呢，像我们这个，你可以看到，像一些全聚和电视猫，我们可以直接去连上网络，它去把一些网络的资源收集在一起。如果说要看一些线上的影片，类似像 PPS 的东西，可以直接做。它也可以看电视，对不对？电视是不行的，就只能看我们放在里面。就是也像这有点类似像 PPS 的东西，像 PPS， 它、只是说它是设计从，因为这种 APP 很多，它、把它设计用遥控去设计的，对啊。啊，另外像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直播的，像这种。它、这个跟我们这个那个中国电信那个 MOD 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差别在哪边呢？差别 MOD 是要付费的，这是一些我们其实研究系统的平台很大，很网络上很多免费的资源，啊，我们透过它的免费资源把它安装进去，就跟一般手机智慧型手机都一样，只要手机可以装的，它都可以装在这个里面。它、透过遥控去做设定，比如说我们这样看一些刚才看的，那我们刚这个要特殊的电视才可以，就对了。不用，直接接这个可以接 AV 端子，也可以接、这个、AV 端子也可以看的。对 HDMI 都可以。接液晶电视比较方便了，因为它的画质高画质的话，还透过 HDMI 去看比较 OK。就像我们看，好，中天新闻台好了，它只有一连网，对啊。哦，这个就是直接接网路线就可以看，就对了。网路线或 WiFi 都可以。WiFi 也可以啊。WiFi 也可以。那么方便，说郊外 WiFi 也可以看了。郊外的 WiFi， 只要你像连上像手机提供 4G 或 3G 的那种免费网络的分享的话，都可以。哦，这么方便啊！对，因为这是网络上免费的资源呢、很方便。透过一个遥控器，因为我们遥控器只有左右上下音量调整。对啊，这都是线上的。大概时间，你看时间。现在11:10，大概误差的，但我们看过大概差不多30秒到1分钟左右，跟实际的时间都有一些小落差而已。啊，所以买这个就直接在家里装上去，有网络就可以，就是装电视台也可以看很多东西。对，只要你有提供它网络，好，提供它网络，装上一些线上免费资源的 APP， 比如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猫电视全聚合啊。
啊，这种直播电就是电视直播的话，就像 AMOTV 啊这种的网络免费 APP 装完之后就可以直接线上看了。那这一台现在的价格差不多多少？现在这一台的话，因为它这一台的话算市面上比较优惠的、啊，卖3490，四核心，浮点也是四核心的，都是市面上比较高的规格啊，所以蛮多人接受度都蛮高的。我们从台北、台中、高雄，整个接受度都很高。哎呀，因为这个就不用装电视台了。已经很多。其实一般现在很多人呢、啊，就是在生活上可以很，你说看那种，比如说我们的《来自星星的你》那种之类的电视、电影哦，我们其实在上班没有时间去看，只有到下班之后晚上已经11点多、12点多，那怎么办？透过这种直播就可以直接看，真的很方便。这可以点播吗？节目看电影，用电脑那个可以点播，比如说我要看什么影片，还可以直接点选吗？可以啊，就像我们看到这边，哦，这些都是直接线上的。哦，你要点播什么？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好了，点进去，它就很像类似 PPS 的那种操作界面选单，你有看到很多的界面选单可以让你点选。对啊，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在里面收集起来的，因为它的资源来源很多啊。我当然不会，因为这种东西都是来自于对岸那边一些免费提供的，像 PBS 都是看对岸的。然后它的收集，比如说我们把它跳出去好了，你。可以看到，可以来自这么多来源，可以还有这么多来源去帮你做连线。他、啊、如果说在这些软体上面看得到的，其实他可以把它收集过来。那、啊、现在新闻频道，你们这边可以看到几个新闻频道？新闻频道的话，其实反正呢，因为新闻频道它上面标的很多啦。那、啊、我也讲白，这是属于说是线上免费资源，它能提供多久的来源我们不晓得。哎，它这边也提供中视、华视、东视、非凡、TVBS、中天三 D。民视什么还没有，对不对？民视是在另外一个台湾好的那种频道。这边一样，你们这边没有提供的。因为那个，因为讲的这不是我们提供的啦，这是属于线上 APP 本身它提供的东西，那这就可以看啦。民视才中立才有。对对对对对。这样很方便呢，对，这很方便啊。啊，只是说，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啦，因为我们是卖这个平台，按照、啊、你免费的软体，对对，其实这种东西直接上网络找都找得到，免费软体都可以直接看，你可以看一下。就画质还不是很清楚而已啦。因为透过网络上资源，如果说因为不是家家都有光纤，我们也是要顾虑到。他一般低阶的消费者，而且如果说今天用3G 看好了，我们3G 看它是高解出 1080p 的东西的话，你用3G 看其实它是会延迟 delay 的。哦、对啊，它4G 就比较不会，对不对？4G 因为它的那个基地台还没有很广啊。如果再过个几年基地台广之后，这种东西慢慢的来源解析度就会越来越高。很方便啊，如果有的地方你常常出外的话，就买这个就可以看了、啊。自己准备就不用，有的住房子的就不用装第四台了。对啊，其实如果说你其实看第四台的时间没有很多的话，其实装这个其实就可以了。哎呀，而且网络上免费资源，因为这个平台手机的流行啊，这个 Android 系统很多人都可以都有接触到，所以使用上也很上手。再加上我们这次用遥控器控制，更方便了。你可以看，直接跳出去，是蛮清楚的、啊。对对对。啊，我们直接用遥控器去选择，哎呀，不会很难操作了哈、哦，这个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们直接用到的话就是上下左右嘛，上下左右音量调整，哦，你快转就按前面一点，如果要切换到滑鼠模式的话，就按这个滑鼠键，哦，它就变成一个滑鼠模式，你看电视屏幕看，然后游标可以移动，哎呀，它、啊。再按一下，它就跳回来原本的模式。你说这个有旧电视也可以看，就是那个可以接上那个 AV 端子都可以用。是哦。对 ，AV 端子也都可以用，可以看一下。对，它这里有个 AV 端子。哦，你们有付那个线就对了。这个线就是要另外选购的，因为其实现在的话，因为高画质其实还是液晶电视目前上还是蛮市面上还是蛮高的比例的。对了对了。所以说那个我们 HDMI 线就预设就有付了，预设就有付了。这样 AV 的话就是就自己在选购，对对对对对。哦，好，谢谢。一样，好。
这一轮，但是呢，他把他的操作界面改成一个类似 Win8 的操作界面，选单式的啦，他就可以用遥控器去控制。不然的话，如果说像一般的原生界面的话，大部分都是用滑鼠操作比较方便。对啊，啊，你看这个不能进去。哎呦，这么方便啊！对啊，它其实很方便啊，进去一样去下载就行。当然啦，有些软体它可能还是需要透过滑鼠去操作。或者因为像我们一些游戏好了，我们必须用手那种掌上型的那种的话，就比较需要透过滑鼠去操作了。哎呀、啊，当然啊，这种东西会流行是因为线上影片啊，线上影片比较多人去看，啊，透过电视去播，因为很多人拿的手机萤幕太小，看久其实对眼睛也是个伤害啊。除了在这个展览场卖，外面开始有在卖的吗？有，外面有在卖。外面的话，商场有卖吗？商场有卖，比如说，其实我们像顺发那种的，顺发、灿坤，还有全国电子、家乐福、爱买，对，大润发都有。商品店都有在卖。对对对，因为他们都跟我们有配合啊，或者是电视购物也有啊。因为以前我们只有可以买到电视棒、电视盒那种的。对对对。以前都是电视棒，电视棒呢，最早之前是一个播放盒，它只能看起来而已嘛。那个是没有半台，那是完全靠你原本提供的影片去播的。然后再来就是电视棒，电视棒就是用滑鼠去操作，滑鼠去操作。它、啊、这个现在是最新的，出了所谓直播盒子，就可以靠遥控器去操作，比较方便啊。它为什么这边有好几种不一样的规格是怎样的？欸，这个是不同的品牌嘛？我们这个的话，他们有两台，它的是在硬体规格上有差异，硬体规格上有差异。这个是比较高规的吗？这个比较高规。哦，这个啊，这个价格还差500块，这个是卖2990。它、啊、一样，它就是说功能都一样，最主要差异在它的本身机器的效能。哎呀，也是4G的吗？这个里面？内嵌都是8GB，然后就是它的 CPU 是四核心。1.2 的，这是四核心1.6的，哦，比较快哈。哎，浮点的话，这也是四核心的，这个是双核心的，所以说在效能上有点差异啊。当然，我们就看就是说每个人的操作习惯啦。如果说，我是急性子的，我就会买，推荐他买这个。大部分都喜欢这个啊，越快越好。哎，对，因为网络已经有慢了，然后你再慢，人家会受不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考量到说，一般消费者那我们就是我价格上的需求，可能我要价格便宜一点的，我们推荐这个3000块钱就推荐那个2990。嗯，哎呀。好了，谢谢你啊，我讲得很好，谢谢。然后我们按一下重新启动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等一下4G它会跑很快哦，它现在就冲到50几枚了。然后这边呢，这个是一般的3G啊，对，一般的3G 手机，然后现在还不到10枚。这个50几枚啊？对，它刚刚几而已啊，比较少的时候呢，有到60。因为现在人假的，对不对？真的啦，故意用一个假的 APP 这样。没有啦，真的。因为我们刚刚有分享 WiFi 给一些想要下载 APP 的民众使用。那不然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结果，我们历史的结果。你看我们这边早上午11:24的时候有搜寻到下载量有59枚，然后这边呢，同样11点多的时候是7点多枚而已。同样，你们公司的怎么差那么多？故意的把自己啊？没有啦，没有3G、4G啦。对，四 G 比较厉害就对了。那这个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一样。一样啊，一样3G、4G的比较啊。电源的还没有开始就已经5-60枚了，不要骗人啦。你如果把这个弄过来，这边就不会这样。手机不一样啊，一个4G，一个3G。那我们直接来上网看，我们来看那个 YouTube 好了。我们随便找一个，变形金刚。然后我们另外3G手机也来找一下变形金刚。
手机零元哦，真的假的？